根本就无我娘。我爹当初要没你娶你回家，他现在就不至于为了救天柱自己死得那么惨了。你就是告诉我爹扫把星，我不准你骂我娘扫把星。你爹拖油瓶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哎，胡子，拖油瓶，拖油瓶，拖油瓶，胡子。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娘，不管你当我是扫把星也好，坏后母也好，我希望你能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。这个家已经不比平静，德哥走，我们失去最大的支柱。经不起任何的打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姑娘，姑娘啊，你说阿德走了，可你没告诉我他去哪里了呀？快带我去找他行不行啊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啊。什么？张家老爷子又闯祸了？哎呦，他怎么老惹出这么大麻烦呢？清水哥，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找过了，这七拼八凑的也就这么几吊钱，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，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。哎呀，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？这阿德跟我的交情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了，这样，阿德嫂欠屠宰场的三块大洋我替他还啊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拿钱啊。你休想！哎呀，老婆，你这又是干嘛呢？现在别闹，快把钱给我。谁在跟你闹？哎，你这个人还真够奇怪，干嘛？你嫌钱赚的太多了，还是钱会咬你的口袋啊？犯得着拿什么辛辛苦苦赚的钱去救济那个扫把星吗？春桃，你就当行行好，张家嫂子真的急需要用钱。哼，你很奇怪，她急需用钱关我屁事儿啊？他跟你非亲非故的，又关你屁事儿啊？合着你真的像我说的一样，想捡阿德的破鞋往脚上穿呢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你凶什么呀你？臭小子，你该还我钱了吧？哎你，我什么呀？你怎么不想想，哪次你来我店里，不是连吃带拿又不付钱的，就这么点钱呢，利息都不够。哎你，把钱还给我！你做梦！钱进了我的手里，它就是我的。合着你想欠着我们家债一辈子不用还啊？你要是再不把钱还给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哼！哎，你别对我媳妇动粗嘛，这钱的事儿我会再想办法啊。少在那儿装的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以为我会怕你？我告诉你，我春桃不是给人吓大的。哎，老婆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你钱到底给不给我？老赵，这样这样，你就算给我个面子，别跟春桃的一般见识好不好？这阿德嫂的钱的事儿呢，我再给你想办法啊。清水哥，算了，张家嫂子的事我自己负责，我去想办法。但是我劝你一句，你好好管管你媳妇儿这张嘴，否则到最后你只会众叛亲离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个臭粗人，学人家拽文啊啊！说成语“众叛亲离”，“众叛亲离”这个四字你会写吗？你，哎呀，老婆呀，你有点恻隐之心好不好？这阿德一走呢，秀娥他们日子肯定不好过。这咱们有口饭吃，帮帮人家也无所谓啊。嘿，什么叫无所谓啊？你无所谓是不是？我很有所谓。他们家过得不容易，我们就很容易吗？他这话他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你也知道，阿德跟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哥们儿，我不能看着人家孩子挨饿吧？那人家不是在说吗？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他们要吃饭可以呀，让他们自个儿挣去。检查一下，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少雨的啊。好。
的事。娘，不好了，宝妹把柴房钥匙丢出去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办呀？如果找不到钥匙，爷爷就永远出不来了。钥匙娘过去找。天柱，快带弟弟妹妹进去睡觉啊。哎，可是我没看见虎子呀。什么？虎子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虎哥哥吃好晚饭就说要去陪爷爷。我上去补一补。大龙，东西给我，我来。啊，大龙，你去照顾弟弟妹妹，赶紧帮你照看叔叔啊。娘，他刚刚说他是我，是他说错了，还是他真的愿意让我喊他一声娘？嫂子，请进。我帮你熬了碗姜汤，来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多谢嫂子。嫂子，怎么了？
就想起德哥了，德哥实在走得太突然，这个家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到你的身上。别说这个，今天晚上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跟孩子们还真不知道睡哪儿。嫂子，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，孩子们喊我一声干爹，这点小事我应该做的。呀，快把头擦干了，当心别感冒。 外面风大雨大的，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吧，我跟孩子们挤一挤，我的房间让你睡，早点休息吧。 向你坦白，我喜欢嫂子，真心的喜欢嫂子。打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已经被她占得满满的。我知道我不该对嫂子有半点的非分之想。 她一个女人，要挑起这整个家的重担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我真的不忍心，是真的想替她分担。德哥，你会怪我吗？你会愿意祝福我跟嫂子吗？
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再苦再穷也不能饿着孩子。阿德嫂，阿德嫂，清水哥，快快请屋里坐。不不不坐了，我把正事说完我就得回去。你这是干嘛呢？你在干什么重活？通知大家一声，大家都来帮你就是了。不用麻烦大家了，我只想种点菜，谈不上重活。找我有事儿？嗨，你看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这个呢是那个东街老孙家，他们家是做纸盒生意的，最近他活忙，忙不过来，想招个小工，我呢就把这活给你揽下了。我想你这一家老小张开口都得吃饭不是吗？这起码能挣个菜钱。哎呀，您真是厉害，连织布都会了。小时候啊，我娘教过我。我看你们大伙儿都在干活，我总不能闲着。小时候织点布到街上去卖，然后在院子里啊再做点菜。虽然日子不会过得很富裕，但总是可以吃得饱，穿得暖。我真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赚钱帮安养活这个家。这样子的话，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德叔如果听到这个话，他一定会感激你的。我不需要德叔感激，我答应过他会照顾好这个家，就一定能做到的。张家嫂子，张家嫂子。哎，张家嫂子，你欠我的钱不能再拖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人家上门来要债了，我去哪去凑钱还给人家？阿姨，我有钱。你哪来的钱？德叔给我的压岁。
这是在打发小花子啊！啊，我知道，钱是少了点，可是家里所有的钱都凑在这儿了，请您多包涵。包涵？我可是丢了两只羊啊，你总不能让我白白的损失吧，大嫂子。家里的情形您也看到了，真的是很对不起。要不，这些钱您先收下，剩下的我尽快想办法。想办法？说得多好听啊！你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？啊？哎，我看干脆把那傻老头啊拉去巡捕房。大爷，我求求你别抓我爷爷，他年纪大了，他有病。是啊，大爷，你要抓就抓我好了，我去替我爷爷坐牢。求求你了，大爷，求你饶了我爷爷吧。大爷，我求求你了。老板，请你看在我死去当家的份上，放我们孤儿寡母一条生路吧。我也没说要逼你上绝路，可你那点钱哪够嘛？老板，我替你做工可以吗？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从我每次的工资里面扣啊！哎，去！一个小孩人家哪来力气干活？让我来吧，拔毛、打杂、清下水，我样样都行呢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也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。阿德生前确实替我挣了不少钱，我呢也算还他个人情。明天呢，你就到土。德哥他老爹啊，这犯下这个傻病，那是越来越厉害。再这样下去，这秀娥嫂子迟早要被拖垮了。
今天是我嫂子到咱们这儿上工啊，抵达县老板的三锅大洋。哎，一个辅导人家干这种粗活真让人揪心。那以后咱们兄弟几个一定得多帮帮嫂子了。那是当然了。是啊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她的。在这儿，夜里路黑，我想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你有这份心，阿姨真的很开心。可是你毕竟还是个孩子。可是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啊。前两天赵刚叔叔跟我说了，一个家不能没有男人，天柱虎子他们都还小，所以我就是这个家的男人。而且我答应过德叔一个男子汉承诺，我要照顾好这个家。我不能说话不算话的，你放心，家里还有我顶着呢。小小年纪，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往自己身上扛。听阿姨的话，乖乖回去吧。不，让我保护你到屠宰场开工。可那地方不适合小孩子去啊。那我保护你到屠宰场门口，我不进去。可是。拜托你了，阿姨。那你得答应我，到了屠宰场门口，你乖乖回家。好。好。这样。我只敢在心里偷偷喊你一声娘。娘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我会永远保护着你的。这呢是宰羊的啊，这呢是拔毛洗的啊，这呢是切块分割的啊。这个今后啊，你就负责打扫和拔毛的活。啊，你要是干不好，我可是六亲不认啊！啊，我照样扣你工钱，听见了没有？今天呢，你就先去拔毛去啊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啊？你这不是成天给我捣乱吗？啊，到处血淋大地的，还没打扫干净，你又给我吐了一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要是真干不好，赶快给我滚回去啊！我可以干，我真的可以干了。好好好，干活吧。嫂子，啊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嫂子，你要是真的不舒服，我现在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去干活。
爷爷，你干嘛？我尿尿，你们干嘛挡住路啊？香吗？我的手艺不错吧？放的少了一些的。爷爷，爷爷，这船来戏班子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还在哪里呀？在镇上呢。干嘛呀？
叫人都不理的。你那油钱什么时候给我呀？不好意思。你们家阿德以前就爱在我这儿赖账，你不会也想赖吧？我是真的没钱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那儿找到了工作不是吗？挣大钱了，还在乎这么一点儿吗？挣什么大钱？我去干活是为了赔人家两只羊的钱。哎，得了，我又不跟你借，只是你上了工也不说一声，真是。我是忙昏头了，不好意思。等我领了工钱，一定还你的油钱。好了好了，先赔给人家吧，我可没逼你还啊。你记得我春桃的好就行了。会的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把我们糊了几天的纸盒全烧了。喝酒呢？还喝啊？昨晚你没喝够啊？待会儿我要去德哥他家看他爹，顺便带点吃的。手上那个交过来。你给不给啊？别忘了，你上次赌钱还欠我。啊，说我今天没开工，给。谢了啊。哎，王大，老赵还不走？哎，走什么呀？该你了。对。这还不懂，拿来！快点，快点！赵老板，哎，慢走啊，一切拜托您了。放心吧，哈哈。好，好，慢走。好好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徒儿从来不知道您以前和李胜楼他学过戏呀。哎，师傅，可以前您一直没教过我猴戏。哼！哎，师傅，这可怎么办？猴戏咱演不了。师傅，您也甭着急，您不是常说没吃过猪肉，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过这猴戏处就要演出了。就算找别人救场也是来不及了，我倒是可以唱个小猴子，师傅您就是猴王，可那些小猴子到哪去找啊？师傅，角色安排好了。哎，我发现你关键时刻还是蛮有条理的吧。这脑袋一点也不像进过水的呀。既然你这么有才华，那你就把那八个小猴也找来吧。啊，那我装台了。自作聪明。